像这种硬泥区，恐龙蛋是最多的，这个个头应该不小。来吧，小家伙，别逃了，在这。哇塞，这个还挺大，这地方最好是别碰它，有时候你一碰它，它就直接喷你一脸小水花。哎，后面怎么还漏了？这个个头挺大，这就是八爪鱼窝杀的，看还在动弹呢，出来吧。哎，这是白蛤，怪不得呢，在这边窝杀，这边是有货呀。啊嘿，这个挺大啊，这白蛤，那你这享受太好了。这我们这本地也得10多块钱一斤呢，这也是，这边也是。哎，这白蛤是真多，这里边也是。这片沙滩，明天我得带个大漏勺来。这个白蛤是真多呀，看，就随便一挑就一挑吧，太棒了吧！哎，先带着吧。这个鱼藏在这个大鞋壳囊里边，这个鞋着实不小，看一下。现在水特别凉，八爪鱼都不爱动弹了。哎，现在这动弹晚了，只要捏住它的头就可以了，掐住了就跑不了。这边又来一条，这一条比刚才那个小多了。来，这一条抓尾巴。小的比较活跃，我还觉得抓尾巴能抓住呢。看来抓尾巴还是没用，只能抓这个头。这家伙大了，刚才那个水里直接一直游，天冷了游不太动了，要是水热的话估计我都抓不着它。这地方全是大尖刺，手扎上去就麻烦了，不过个头挺大的，像这样的19公包进汤了，那就一个